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师。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宇，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宇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城下之盟，钦宗自取其辱，审判之日，开封面临覆灭。开封城的劫难正式的降临了，女真人开始了自己的计划，搜刮了一切。最先女真人搜刮的是什么？最先女真人搜刮的是马匹。金军说了，我要10000匹良马。萧庆通过开封府下令，自御马以下一并登记入册，敢有隐藏者全家处以军法，鼓励告密，告发者赏钱3000贯。之后呢，他又收缴全城的武器，外加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啊，兼补2000万匹，还有少女1500人。政令的力度和收缴马匹同力，要钱更要土地。萧庆命令宋朝派出割地使去河东河北地区的各个城池宣布投降，这些人里边有陈过庭、佘彦志、欧阳询。这些人前脚刚走，两河地区守臣们的在京家属就全被抓起来了。如果听话投降，全家能活，要是抵抗，全族杀掉啊。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金军呢对六贼突然起了兴趣了，命令开封府把蔡京、童贯、王府等20个奸臣的家属全交出来。按说这一点赵桓应该会同意吧，六贼是他杀的呀。但是赵桓真的交不出来，为什么呀？奸臣们的家属前些日子都被成批的发配到南方去了，京城重地呀，几乎一个也没有。没有，金军命令开封府把李刚、蔡静、佘延志等人的家属交出来，这回可真有。于是开封府按照花名册抓人，一个不剩的交到金营。善恶真有报吗？人间真有公平吗？啊，这只是全民族惨痛历史里的万分之一，一片苦海里的小浪花而已。接下来发生的事，这才揭开这个世界的真相，弱肉强食啊。女真人要钱，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绢帛2000万匹，这个价码比上一次东京保卫战的时候那个价码整整高了一倍。仅仅多半年的时间，你说要怎么才能拼凑够呢？上次呢都是刮地三尺才刮出来的，百姓早就油尽灯枯了。宋廷搜刮之余，把重点放在了贵戚富豪的身上。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呀，这么干那是砍自己的树根呢。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能苟延残喘活那么几天，赵桓等人把什么都扔一边去了。你看一下搜刮的力度啊，赵佶的老婆，也就是赵桓名义上的娘，正太皇太后的娘家藏了一批金帛没有上缴，他的父族两辈都被追悔出身，也就是取消一切名分和特权，贬成了平民呢。其余的权贵们还用说吗？他们一个个被枷锁靠着往外交钱呢。那些负责收钱的人更惨呢，他们是有定额要完成任务啊，规定时间内搜刮不到规定的额数，同样被套上木枷，锁在闹市里，为女真人进行另一种服务。搞不着钱你就这下场。等把权贵榨干以后，宋朝终于对最后一点立国之本下手了。宋廷下令在京所有商号内的所有存货不分种类全部充公，下令附近州县不管何种经营，只要是在京城出过货的所有财产全部充公。这条命令一下，宋朝那就完了。哪怕说女真人真的撤退了，宋廷侥幸存活下来了，也再没有兴盛的可能了。商业是宋朝的立国之本，国家的繁荣从来不只靠农业，宋廷这么干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这叫杀鸡取卵呢。打劫完商人之后，钱仍然是不够的，宋廷急的是团团乱转，再也想不出来还能去搜刮谁了。绝望之余，宋廷突然灵机一动，贴出一张黄榜，
面向全城公开推销官职开始卖官鬻爵，官职有大有小，价钱有高有低，如果您实在对世俗名位不感兴趣，您也可以选择当和尚或者道士卖度牒，没有数量限制了，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批多少。多好的优惠啊，可惜挂了整整十天，一个掏钱来买的人都没有，官员们是彻底绝了望啊，无论如何都凑不齐了，只好硬着头皮把搜刮到的钱财货物先给女真人送去，希望对方看在自己工作态度认真的份上不要太粗暴。女真人还真没粗暴，他们很认真的检查每一匹布每一锭银子，结果挑出了很多不合格的，没说的拿去换去，换过之后更不够了，金兵大怒，抓来负责搜刮的色大臣砍头示众，其中一个是户部尚书梅之利呀。接下来金兵就把御史大夫胡顺治还有胡唐老等人呢痛打了几百大板，打完之后他们发现胡唐老的身体素质都不达标，已经打死了。做完这些，女真人觉得宋朝人应该精神抖擞的去工作了吗？却不料宋朝的首相何立亲自跑来了。何立不得不来呀，城里真的快要被掘地三尺了，没钱就是没钱呐，你打死我们全城的人我们也没钱了。他受皇帝百官的委托，无论如何也得跟金军讲讲价了，把数目降低一点吧。完颜宗翰的大怒，亲自出面给宋朝首相上了一课，他问说灭国的事儿你们宋朝也干过吧，啊，南唐了南汉了荆湖了后蜀了，哪次不是破城杀人杀光抢光啊，比如灭掉后蜀，你们一连十几年从成都往开封运财宝，现在我们贡献了你们的都城，一不杀人二不进城，我们就要点钱过分吗？何立是无言以对啊。首相深感羞愧，回城之后加大搜刮力度，首先从官员队伍搜起，自宰执以下未交纳金银者列出名单，看图说话，一视同仁，交钱交不出来带上枷锁自己吃牢饭去。于是穿官服戴木枷的人在开封城里排成了长队，即便是这样钱还是不够。时光飞逝，公元1126年过完，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初一来了，这一天赵桓刚起床，突然有人来报金军进城直奔皇宫，赵桓吓软了，这是典型的正月逼债呀，却不料来的是完颜宗翰的儿子完颜珍珠，他代表父亲代表大金国来给赵桓拜年来了，宋朝大宋天子新年快乐。赵桓的快乐延续到了正月初九，这一天金人再次的进城传达完颜宗翰完颜宗望的命令，他们金国的皇帝要加徽号了，在这隆重的日子里需要赵桓在场啊。金国命令赵桓出城相见，赵桓在犹豫，宋廷也在犹豫，上次能回来就不错了，这回要再去谁知道有什么后果呀，但是不去行吗，城关击破人为刀子，怎一个委屈了得呀。第二天宋钦宗出城，他的预感很不好，似乎知道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他带着很多人包括宰执、学士院、礼部、太常寺官等等大批的官员，有很多侍卫保护，可仍然觉得孤单凄凉。城门外好几万百姓来送他，百姓拉住他的车辕不放他出城啊，赵桓流泪了，难道他想走吗？这个时候一个名叫范琼的禁军将领出现了，记住这个人，这个人站出来对百姓说了，说皇上早晨出城傍晚就回来了，你们放手让皇帝走。百姓大怒啊，这是当着面说瞎话，一个地道的汉奸走狗啊，他们骂这条走狗，走狗拔出刀来砍断了百姓放在车辕上的手。在城外赵桓见到了张树叶，张树叶拉住赵桓的马头，皇上啊你快回去，不能去啊，取了金营可就回不来了。赵桓更加伤心了，他说我是为了百姓啊，我不去金军会进城杀人啊。
张树叶痛哭倒地，他是宋朝的军人，他痛恨自己失职，在一片哭声中召唤出发了。离去前他回首人群，叫着张树叶的表子说，集中啊，努力啊。这四个字印进了张树叶的心里，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此时他分辨不出，也无力去理会努力二字的真意。赵桓要他尽快去劳教，还是要他在金军灭国的绝境中为民族搏出一条活路来呢？他只知道自己的心碎了，再也活不下去了。赵桓第二次进军营，待遇比上一次更差，金国的两个首脑通通不见他，他们在青城所做的准备只是接待藩属使节的一个仪式而已。女真人只允许赵桓留下300人的侍卫以及17个顶级权贵，里边包括郓王等等9位亲王，还有宰执何力、冯谢、曹府、翰林学士吴开等等，礼部侍郎、太常少卿等等等等，这些人分居在青城斋宫别室，西厢房留给了赵桓。这间厢房里没有床，只有用土坯垒成的炕，上面有两条毯子，炕前有两只小板凳，连张桌子都没给。白天赵桓可以在斋宫里随意走动，到了晚上他的牢门会被铁链拴住，大群的金兵围在院子里，点起篝火开晚会，吃喝吵闹。赵桓极力忍受这种噩梦，却不知道他这是在提前适应新的生活呀。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宋朝人仍然不知道女真人在玩什么把戏，抓住了又放回去再调出来，你这么折腾是为什么呢？女真人你们在做什么游戏啊？不是，女真人在干什么？一切都是在为抢劫服务啊！要把这样一座千古名城榨干，不使用手段怎么成呢？金国第一次把赵桓调出来再放回去，是为了让宋朝的皇帝压榨自己的子民，他们坐等收钱，等压榨到一定极限的时候再把他调出来当肉票，再一次给宋人施加心理压力，这样才能榨出更多的钱来。这一次开封城里的搜刮运动更加激烈了，几十万市民被摧残，开封府规定每五家为一宝，所有值钱的东西全缴上来，如有隐匿奴婢家丁可以告发。这条一生效，人人自危啊，很多有仇的人互相诬告，就这么干还是没搜刮到多少钱，无可奈何宋人做了件超级丢脸的事儿。总结一下，宋朝搜刮百姓的银子是暴敛伤根基，搜刮权贵是挖自己的树根，搜刮商人是毁了国之根本。这些搜刮完了之后，宋朝干了什么缺德事儿啊？开封府开始搜刮勾栏教坊，榨取脂粉缠头钱，连这种钱都要了，可以说是彻底的不要脸了呀。全力以赴的做了这些事，宋朝官员们这心里啊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们有一个愿望要用钱去实现，希望凑足了钱能让皇帝回城过正月十五。这个钱源源不断的送到了金营，赵桓每天都在翘首盼望，很快正月十五就到了，宋朝的百官子民站在南巡门外等皇帝，整整一天过去了，不见赵桓的车马归来。当天赵桓在刘家寺，那是方圆千里之内唯一的一座欢乐花园，金军早就听说过中原开封城内的上元节花灯夜，都到开封了怎么能错过呀？他们把抢来的教坊乐人花灯彩扇都运到这座刘家寺里，摆开酒宴欢歌畅饮赏花灯，年年岁岁灯相似，此时此刻难为情啊！不知当时的赵桓是否是如坐针毡呢？正月过去了，赵桓仍然被关在金营里，这段时间开封城内的搜刮进入另一个阶段，钱财不是没有了吗？宋朝开始，金军开始对宋朝的文物下手了，他们搬走了天子的法驾、鲁簿、仪仗、礼器、法物、礼经、礼图、宣驾、教坊乐器、乐书、祭器、八宝、九鼎、圆规、镇规、浑天仪、铜人刻镂、古籍，还有密阁三馆图书、笺本、印版，还有古圣贤画像、明堂辟雍图等等啊。如果要列出清单的话，万字以内很难一一列清，跟八国联军进北京基本没什么区别。
在搬运过程中，禁军特意指出要把苏轼的文集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件都带上，说这是重中之重，很懂行吧。这两件的确是宋朝文学艺术历史研究中的巅峰之作，一群大字不识刚从野地里爬出来没几天的女真人怎么会知道他们的价值？很显然这里边有内奸呢。到此地步，开封城是油尽灯枯，赵桓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他本人却茫然不知，仍然心存希望。二月初五，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约他去打马球，马球场上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身穿绣衣纵横球场挥洒自如，赵桓强颜欢笑站在场边等着他们打完球，好说出憋了快一个月的话呀。终于完颜宗翰下场了，赵桓走上去，某久留军前，都人勇往，欲其早归，一个月了，我想回家呀。说这话的时候他觉得状况良好，此前完颜宗翰是那么的有见识，那么的有风度，那么的有涵养，十有八九会答应他这合理合情的要求，退一万步讲，哪怕拒绝也会很温和吧，比如看他顺眼多留几天之类的。却不料完颜宗翰突然变脸，厉声喝道，带哪里去？你做梦吧，你还想去哪儿啊你？第二天就是赵桓乃至整个宋朝的末日，你还想回家？宋靖康二年二月初六，完颜宗翰完颜宗望把宋钦宗赵桓押入青城寨里，命其下跪听金国诏书。诏书里说，宋朝失信背德，对内对外做尽坏事，金国不得已发兵惩戒，金国前后两次给了宋朝改过自新的机会，可他们仍然小动作不断，现在他们要另选贤人立为藩平，也就是说结束赵宋的统治，换一个人当皇帝，给金国当跟班的。这份诏书被历代史学家痛恨，他们认为金国颠倒黑白，坏事做尽，灭了宋朝，还给宋朝泼了一身的脏水，真是卑鄙阴毒无耻到了极点。可是我们真的回头去看一看历史，之前我们已经详细了解了宋金交恶的整个过程，谁是谁非，谁黑谁白，谁先动的手，谁用谁吃了什么样的亏来判定。怎么判定啊？宋朝很多事都是自找啊。此时有人立即上来准备剥掉赵桓的龙袍，此时此景在场的宋朝顶级大臣们都看在眼里，但仅仅是看着，他们吓傻了吗？还是一直都很软蛋呢？无从得知。他们眼看着异族人的手指去触碰赵桓的衣襟，万乘至尊马上就要受辱了。这个时候一个人扑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赵桓，大骂金人，这贼乱做，此时大朝真天子，尔等狗辈不得无礼。谁呀？礼部侍郎李若水。堂堂万亿巨国当皇帝受辱时，就这么一个礼部侍郎站了出来。短暂的厮打相持过后，李若水被金军打昏了，拉了出去，他没死，没像在史书里记载的那样当场被割断了这个脖颈杀害了，他死在半个月之后。这期间完颜宗翰亲自召见李若水，从生命到父母，许官职论是非，用尽了各种招数让他投降，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斥骂。李若水就这么被杀害了，他不是死于一时的激愤，而是他一贯的操守忠贞，让自己没法在那样的情况下苟且偷生，他的死映衬出了除他以外几乎所有人的丑陋和怯懦。他是那么的难得呀，300多年宋朝两次亡国之恨，他这样的文臣只不过就两人而已呀。读史每到此处，我总是在想，宋朝赵桓，你们配拥有李若水这样的臣子吗？而李先生何苦啊，值吗？李若水会静静地面对所有的质疑，他所做的事儿忠于眼前的皇帝，更忠于这个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此时此刻不管赵桓是多么的昏聩愚蠢不知高低，他都是汉人的代表，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入侵者侮辱，哪怕是死也得阻止。
李若水这么做的时候，很多人做出了和他一样的选择。这些人都是谁呢？他们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